你是安怎咧形容公公啦？梁永月的人卡来讲，你妈妈逃走出去啊啦！啊，我妈妈逃走出去。嘿啊！哎，芳哥，今日你生日，阿姨家是要出来找你的啊？哎，真有可能哦，今日今日竟然从骂，咱也是要尽头行行，有性命危啊！去！我要伫上大只个鸡卵糕啊！啊，无问题，安尼小姐你咧？啊，我要再来一百块的。 哦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先替这位太太算钱。哦，好。是恁想过生日啦？今年几岁？是阮囝要过生日啦，我今年几岁？ 十岁了，哥，鸡卵糕啊，哥，鸡卵糕啊，哥，鸡卵糕啊，这个阿姨啊，赶紧回去，应该是没问题吧？我要是赶紧回去，阿姐来找伊。 你看，你白老，我看呢。啊，你只是对着一点点啊，迄鸡卵糕无歹，也是当吃啦。我要，我要给阮阿爸的生日蛋糕，一定要上大上最上完整的。要那无，我的家庭无是完整的。芳哥，妈，我总算找着你啊。你是，你想啊？ 我真是帮阿邦啊！我恁后生，阿邦，阿邦，你是阿邦哦？是啊，是啊，我大汉啊！我即马伫个夜市咧做生意啊，你嘛知啊？你之前有讲来夜市带我看伫遐摆摊，敢毋是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啦！我想起来，你是阿邦，你是我的阿邦啦！阿邦，阿姨。 啊！你真正是放过的妈妈，啊！你嘛有看到啊？要唔过，恁来向放过的妈妈做伙啊？哎，这讲起来话头长啊！叮叮叮，这歹学生啊！你敢找阮囝的麻烦？我要来找恁的老师，甲恁带去外教室外面罚站。欧巴桑啊，恁拢几岁啊？搁叫老师甲阮徛？你真正当作阮在国小？啊！到底恁这囡仔跟阮囝差不多拢十岁囡仔？ 啊，毋是小学生无意向，你是读歹去哦，了后别讲话，精神无好，就莫伫遐唱赌啦。小心老师哦，甲你关去个诊所。你即摆想要讲啥？无啊，我讲即个欧巴桑哦，患病哦，爱去看医生啦。有啊，嗯，我妈讲啥？ 你当怎啊？咪挂嘴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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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咪
挂掉，那是一台的，我什么都没挂掉，我什么都没挂掉。